内容啊，你再看他在休息室的感觉，很有可能继续上。这就碰了一下，到了张振宇的管区，传往一垒，还是来得及抓到林立，一人出局，出现了这个高难度手背，哇，徒手，而且又改变方向哦，对，打到了陈冠伟哦，队友也关心一下他的状况，是看是不是要让冠伟试投一下，是。来看一下这个投手秋前的强袭球，打到了陈冠伟的哇左脚左腿小腿，对，左小腿的部分哦，就怕现在是肌肉紧缩起来，然后看到振宇的这个 play， 哇，甩的又准，对，传的是相当的准。